来，一会儿帮我拍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到时候祝以后在接下来的旅途当中，一切顺利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祝福大家啊！谢谢苏姐，太麻烦你们了，这段时间给你添麻烦了。没有，没有。这个欢迎大家以后常来啊。 好，谢谢书记您。啊，欢迎大家常来。这段时间太感谢了，照顾我们快1个月时间。这个都是缘分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相处得很好，很融洽。啊，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这个乐不沟，还有我们这个马马香的，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，还有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点滴啊，进行这个宣传报道，感谢大家。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。 哎呀，真的，兄弟心话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没有，都虽然这真是有点恋恋不舍的，也挺麻烦你，不会有机。哎，肯定我们会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谢谢了。以后记得多回家看看。哎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好，以后你们有机会了，去我们内地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宁夏啦、什么内蒙啦、内蒙、河北啦、广州啦、四川啦。是。 咱们那个群就先别解散了啊，以后留着的想留着开啊。哦，经常要交流交流。你们有什么那个，就是比如说拍到了一些作品啊什么的。对对对，可以发群里。发群里面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给你点赞啊。好的。明天我们就要走了，现在我要收拾收拾我车里边的东西，把这菜都收拾上了，因为路上买不到物资，估计要十几天吧。 这个壶拿出来吧，还这个明天得用是吧？拿出来。现在面熟了，你吃啊。亲爱的，这就是做熟了。啊，熟了。有没有放啥料啊？我们这里没啥料，就放点盐。对呀。不太饿，等着吃牛排吧。那姜呀。 想家吧，家门自己另外家。那你每天早上都吃这个？倒没有，每天早上饿了就煮。这个好养活。<笑>下面。耶，老五锅怎么这么深的？因为这底儿是黑的呀。看我，放点这个猪油吧，猪白，肥油，放点这个白油。 九分熟，哈哈哈哈哈。他们当时没说，一切正常，就是你一周自己去做2次核酸，别的没啥。然后有两，我下面有两个人留言了，他们就是说那个成都去绵阳的直接拒绝，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。 你也没，我朋友在绵阳那头社区工作，他说西藏回去了，他前2天还带一个人去隔离免费。今天我问他的，他说好像住宿不要钱，吃的这个。60。不公，来吃一个5分熟的吧。这不是，这是2分熟吧？尝尝。咬不动。咬不动啊。 现在是11:30了，刚才那个领导呀，给我们说过来送那个通行证，现在来了，我下去拿一下。今天我们都在收拾，然后准备出发了，基本上都收拾完了，我们先走。 行，走吧。你们路上慢点啊。好的，一会儿先走。啊。
在我们已经出发了，这已经出了那个勒布沟了，就是在前面那里吧。现在这山上雾气太大太大了，这路就是这样的弯路。那这就是丽娜的车，在那里呢。现在是后半夜的3:40了，还一直在路上呢。这是已经进入青海界了，离这格尔木还有500多公里。为什么要赶夜路呢？因为要赶这个核酸在时效性啊，这都是赶夜路的，好多。这个109国道上呀，不敢开快，因为它这个炮弹坑太多太多了，也就是开个20-30迈，尤其是晚上。还有点，这是下雨啊，下雪呀、啊。现在是到那个，土多河了，因为我的轮胎之前扎了嘛，就在这里赶紧补上带，要不然半路上老打气儿，老打气儿。现在就是不让下车，给他说是哪个轱辘，他就给弄了就行了，要在车上待着。今天呢，应该是到那个格尔木，但是我看了一下格尔木那边嘛。做核酸排队时间太长太长了，可能是需要5、6个小时啊。我想着是下午再走，晚上到那里呀、啊，可能排的时间短一点吧。争取那是照着后半夜到，现在到那里还有几百公里呀、啊。哎呀，太累太累了，相当于快马加速度跑了3天3夜吧。3天2夜，说错了，3天2夜啊。格尔木那边上高速之后，我就往甘肃境内转，转到庆阳，然后再往，那是哪里来呀？延安那边啊，转转去，然后铜川呀，或者是不走那边，从那个庆阳直接走西安，这样转。具体看情况吧，反正是走一步看一步。